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，欢迎回到阿贝的剑与远征启程哦。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主要呢就是来抽抽，那大家呢也可以更新一下这个心愿清单的进度，看一下现在阿贝呢目前呢、会比较想要抽到什么样的一个英雄哦。那也来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，今天是开服的第八天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啦，开始抽抽啦。哇，这个抽抽真的是非常的少欸，然后感觉呢又很难抽，希望今天可以好运一点啦。史诗级招募邀请函呢，我觉得是最大的希望，最能够抽到我想要的这个英雄哦。那没错，我又保底了，剩下三次呢就会出货了，拜托来个老师或者是古王，那再差一点呢抽个绿剑。古王现在前期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帮助推图啦，但以后呢还是要靠这个绿剑跟老师啊。那所以呢，老师是最优先，其次呢是古王，再就是之后的一个中后期，那所以是绿剑哦。那至于说雪女的话呢，就更后面了啊。好，那奶爸我是已经升到很高星了啦，已经上到这个巅峰了，再抽到一只就要上到巅峰加了啊。那我们就来开抽啦，各位观众。拜托啊，拜托啊，别再给我保底啦，每次都保底耶、来进起来，提前出货，完蛋了，又要保底了。阿德，请给我阿德吧，剩下最后两抽，真的保底了，真的很倒霉耶，真倒霉，保底王阿贝来啦。有没有看到？离下次招募必得，还需招募一次，来。各位观众拜托，老师古王绿剑，老师古王绿剑，老师古王绿剑，拜托拜托别再歪了，老师古王绿剑 ，Yes baby， 碎啦 ，Yes Yes， 弗拉贝尔，再支再支再支，还有两抽，来单抽出奇迹啊！来个奇迹吧，单抽出奇迹，奇迹在哪里？来了，哎，紫色也是可以啦。阿德，哎呦，美麦哦，阿贝的弗拉贝尔终于上到了传说家了。我看一下提升的属性很多哎，而且解锁了这个技能了哦。攻击多多少啊，多1000多，大概提升了将近 10% 的一个攻击力啊，就最终的一个攻击。然后生命的部分呢也提升了差不多将近 10%、所以他这个全属性差不多就是提升 10% 左右。来了耶、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那这个呢也不用怀疑啦，直接呢给他上到神话啦，嘻嘻嘻 ，yes yes baby， 所以呢有4只的话呢就可以上到这个神话了啊，这个进阶加的啊、属性也是很多，感觉又再加10%哦，大概再加个10%左右，还不到10%啦，快10%，哇，舒服了。舒服了，那这个要不要帮他升级呢？战斗中提升 14% 的攻击力，自身将额外提升 6%。 升起来，升起来，反正这个老师是我们这个开局的推图神脚啊，推图能够推得比较远，那我们获得到的这个资源累积起来呢哦也会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把这个老师赶快呢练上去啊，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。不知道各位贝宝们啊有没有抽到老师呢？老师要开始上课啦 ，Yes， 今天心情真好。那现在是这个早上9点多啊，好的开始啊。今天呢，应该会是一个愉快的一天。那这边呢，我把维拉呢换成了女骑哦。那换他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女骑嘛，那他打这个迷梦哦，石骨龙他的强度还蛮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呢换上了这个狼人，因为我这个狮子抽到了嘛，这个我居然没换到 ，OK。我之前那时候想推图啊，就想说抽个豹女，
不过还是要以这个阿德为最优先啊，毕竟说上到这个神话家之后呢就会起飞了。好，再来这个绿翼联盟这边就是老师加上我们的绿箭，绿箭等一下上到这个神话家之后呢，哦，强度呢就会整个爆发了。那这边也可以来抽个这个绿坦。那为什么要抽绿坦呢？因为之后呢我们组绿箭是需要这个绿坦来帮忙牵制，同时呢能够去获得到绿翼的一个 buff 加成嘛。然后下面这边呢，因为我主力是老师哦，所以呢我也把这个荆棘呢换成了雪女哦，雪女也是一个后期推图非常强力的一个角色。那至于说现在这个平民玩家呢，荆棘哦，除非你是真的都没抽到老师啊，不然的话呢这个荆棘可以不用放了。对，除非你真的非常非洲都没抽到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单抽，欸，感觉单抽比较容易出奇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单抽了。可是我都单抽很非洲呢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啦！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水阿德。哎，干别啊，也行啦，推个这个推塔也行，天穹嘛。那是叫天穹吗？也还行，也还行。不然那个亡灵都目前没有这个主席啊，家里没大人啊。来，单抽出奇迹。该出货咯，出货 ，yes， 可以哦，出纸率还蛮高的，哎，不要绿就好了，哎，剩下来好像只能十连抽嘞。那我们这边也讲一下哦，之前这个五月的影片有拍过，那怕有些人不知道呢，我这边也稍微提一下，五月呢其实可以趁这次 up 池的时候抽一抽啦。他推图呢虽然没有像老师这么的强哦，但他推图也不弱啦，至少呢你上到开专武，然后把它升级到这个十等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推图强度也是不差的哦，也是蛮厉害的，只不过跟老师比起来呢可能还是略输一筹啦，还是略输啦。对，那打迷梦哦，迷梦一劫，所以之后就看说有没有五月，有五月的这个打迷梦强度呢是肯定会比较高的哦，所以它也算是一个，我觉得算是一个必抽吧，因为迷梦有这个排行榜嘛，那每天呢都可以去获得到这个所谓的升级我们专武用的这个道具啦，哎呀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尽量要打到前面一点啊，排名前面一点啊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五月呢也是蛮重要，不过我觉得前期的话呢还是要推图为主啦，因为推图我们每天领到这个挂机资源就差很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别给我这个快速挂机哦，今天还没推啊，我们这边就先来抽这个普池吧。来咯各位观众，最后的十连抽了，各位观众气在来出货哦，好吧，至少有阿德。OK， 阿贝刚刚稍微推一下，推到了483关啦，啊，那拿到了几张的抽券，来，我们再一个十连抽，各位观众们，抽个古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古王呢，现在就差一只，也可以把它上到神话了，所以呢，希望可以抽到一只这个古王啊，对我来说现在帮助最大哦。再不然的话呢，这个抽个老师啊，或者是奶爸都好，是我现在推图的一个主力啊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出货。What? 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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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？抽到了一个老师，又抽到了一个古王。哇，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个坦度呢好像是增加这个8%了，来直接升了，哇，热腾腾的，真香哎！来也直接进阶了，最终强度再增加一个8%，哇！古王直接起飞啊，哇，有了古王之后呢直接势不可挡，推到了505关，还能够继续推啊，我的这个快速作战呢都还没有使用，那我这边成长已经可以拿到10抽了，先来抽一下，等一下推起来会比较轻松。来各位观众，那现在要抽谁呢？抽这个老师、绿箭、古王
古王我觉得现在是首选啊，古王坦度上去之后呢，这个推关卡真的是如履平地啊，已经推这个超多关。What the？ 好，那今天呢，最后阿贝是推到了526关，哇，推得好累哦。那么在阿贝频道呢，也有分享了从476关啊推到这个520关的关卡攻略。那大家呢，如果卡关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希望呢对大家会帮助。其他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问啊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